放下。
那个人教我们的方法，你看现在好好多，现在都不必去看医生了哈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这样，看，这样，一，这样，对，这样，哎，这样，哎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今天做的好不好？今天做的，感觉怎么样？舒服，很舒服啊！啊，good， 啊，有没有 very good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检查其他家结果包括他的返程机、他的方向感都是正常的，哦，所以这次检查是完全正常，所以包括他抽血结果都没什么太大问题，所以我想他以他的年纪84岁了，可以算是正常老人情形。他小便失禁可能是妇产科的问题，再去妇产科那边去看一下哦，好不好？嗯，妇产科。对，他叫小便失禁的话，你可能要处理的话就去看妇产科。哦，那个你没有失禁，现在没有了。对对，我们是去看泌尿科。泌尿科。没有了，现在好。你跟杨生有什么？没有。他的破坏环境呢？好、看起来就是说整个评估起来是正常的，好、好不好？然后其他部分的话，我们看心理师他有没有什么建议和给一些建议。就是奶奶平常有参加一些要参加一些活动，刚刚那个社工师已经提供那个讯息啊，你们可以去那些社区服务的总就是健康中心的地方参加，嗯，可能会有跟奶奶一样一些老人家可以做做活动这样子，可能对奶奶比较好啦，因为参加老人大学可能有时候教材太困难了，有时候他可能跟不上老师讲话太快，但是如果你去健康中心那边的老师讲话速度会比较慢。啊，比较适合老人家一起来参加，你就可以考虑去那个地方。那个也不考试，不是？对呀，没有考试的嘛，就去玩的啊，我们是去玩的。对，听那个护士讲话而已啊。对呀、关于做人做事啊，有一点那个宗教的宣传作用的，宗教，上帝啊，又依靠上帝啊这种。好，所以今天没有拿药，哦，那只要检查起来是正常的，哦，那检查中没有多担心，有问题再回来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